吧。这个好了，这个不错。等下等下，不对不对不对！这样子吗？试试看喽。痛痛痛痛痛！快死快死快死！救我！抱歉抱歉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！我错了，那个烧盖啊，我没有力量药水啦。啊！刚刚是有人以为我死掉啦，不好意思，我活下来了。过去一下了，拜拜，等一下哦。
今天要干嘛？嗨，你声音好大，我敲一下。反正你怎么了？好大声哦！怎么了？我听你很小声，我听你超小声。好，我重进。疯了！阿哈跑走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等，好，没事。他只想跟你讲，跟你讲喜讯，那个蜜蜂长出来了。哎呀，蜜蜂出来了！好，好，好啊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三只蜜蜂，哦，一只超小蜜蜂，哦，好可爱。哎，养蜜蜂也有送纸鸟的礼物哦。有啊，有啊，就是要养哦。哎，我想去看小蜜蜂，哎，我没看过小蜜蜂。你是给他花朵吗？还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也喂他花就好。哦，吃花，好可爱！天啊，吃花就会生蜜蜂？嗯，好多只哦，有点神啊！在我家门口，我家门口。哦，我也要去你家门口看。哇，越来越多只了！耶、yeah! 哦！有一只小只的，对啊，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那蜂蜜可以捞吗？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你要先弄那个烟熏它，不然就跟我上次一样。你下面放个漏斗，然后上面放那个发射器。哦，可以啊，发射器可以直接装。发射器用瓶子啊？对，嗯，这样。我有断线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看一下啊、喔。你有断线吗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可是为什么这边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？什么很奇妙？有突袭没错啦，但是他们都站在那边不动哎、欸。哈？你们要不要上来一下？就在小雨楼上这里，超奇怪、欸，太危险了吧？不是超怪，他就站着，然后完全不动、欸，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好像是子弹上膛的感觉，然后就不动这样，我觉得超神秘的。那哎，你们爬上来就会看到了，就在你后面，这里吧，这里吧，对对对，这个上去、欸，还是他们其实有在动啊？哇、啊，好跳，好跳，好跳，他完全没在动啊？哦、为什么？真的哎、欸，他都站直直的。他们还没上班啊？他们在等开台，在等开台、啊，他们在等开台、啊，他在等开台啊！这是开台前的准备啦。他在等开台，还是阿金弄的？不是，因为我看后面他没在动啊，他在干嘛？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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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你刚刚看魔吗？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动他跟着动啊？他们刚全部在那边呢。不知道，超坏，没人帮忙打掉了吧？一切都要等哈记耶，他们可能刚好站在那个位置，谁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？还在等我转向看到他们这样子，真的在等你耶，太好笑！我们在他旁边走，他也完全不动哎。对，我们刚刚全部站在旁边看他，超好笑的。等开台的，哇哦，好有趣哦！我也拿到旗帜了。好啦，开台啦！开台啦！你要带我们参观一下今天有什么吗？你们先去参观，我等一下，等我弄一下。好，没有没有，等你啊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在哪边啊，还是一样在上面啊啊！对，先去上面那个任务新增很多，先看任务，先看任务，先看今天有什么，先去看任务了，先去看看有没有组队任务可以解。真的，哎，今天人很少，可以分赃你啊。哎，对啊，好多，好多。看，从这边看。钻石锄头锄坏掉五颗，铁子一次杀死三种怪物，好麻烦哦。那是要用光感测器制作，每天都产生。哎，小雨，又有摄影任务了。这个蜜蜂任务，蜜蜂块我们可以平分了。我这那边对啊，有我刚刚我在看这个，我史莱姆区块了，都死六个，惨哦。哇，这好难哦！用半线钩发射器陷阱射到不知情的玩家，好难哦！太难了吧？很简单啊！哎、欸，团团，来我家一下。哈，就中了。今天我要去你们家，我都要很小心了。哦，自然掉落。寻找到化石。对啊，化石到底是什么？化石？感觉是还是化石是那个地下的吧？化石是那个地形，那个煤炭吧？是一种地形，剩下的一种地形哦，还有一个地形好像躺在就是有时候挖矿挖到就是化石这样子哦。可是那个不是你单纯挖到它的时候看不太出来，嗯，对啊，你挖下来就看到它是骨块啊，嗯，对对对，哦，终极任务有一些都还蛮困难的，终极在哪？嗯，最右边那个，然后最右边是难的，对吧？作物展示图。感谢金鱼。熔炉单次获得经验，让自己升20等，有办法一次升到20等？哈？哪一个？可以，哪一个？可以，熔炉啊！你就一直积经验在里面，不要一次领。
你懂吗？不是塞满，不是就64颗。不，它一直烧，一直烧，它会累积在里面。你可以用那个哦，是哦，对，控制杆把它锁起来。是哦，要的锁在里面，有这种事情哦。对啊，哦，所以那个是需要自动熔炉吗？算对，就是自动熔炉，你要就是把那个一直往下吸，往下吸嘛。等到你需要的时候，就是继续烧，烧一个之后你领出来就好了。哦，那隐约应该很好解这个任务，我觉得。我现在在烧石头啊，只是对啊，你疯狂烧，你应该没领吧。你就把它存着，然后到时候然后偷偷去帮你把它吸出来，偷偷把它吸，太坏啦！哎、欸，最右边这个超难啊，虽然说钻石很多，超级难。要引高压苦力怕欸，哇，有啊，你有换雷就好了。我们去引村民回来，是啦，是这样没错啦。然后管理员这边有新增的抽奖箱，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箱子有一个箱子不太弄不出来，所以如果你要用那个工具抽奖箱的话，你找我。你好正哦，哦，哎、哦欸，你今天真冷是不是这样啊？我继续完成任务。哦，他害羞了。等一下，你真的也是沉默。你真的是一样。等一下，我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 YouTube。等一下，我不用啦。我看不用啦。看屁呀、啊！玩游戏啦，看屁呀、啊！为什么要羞我？没有啦，没有，看那个反应应该就是了啦，不用去拍照了。可以去朝圣一下哈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去朝圣一下，记得回来。朝圣完记得回来哦。哎，朝圣完记得回来啊。好，看完了，我觉得今天的任务好像比较少弟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比较少。感应器16个，全自动的。好啦，我要去挖矿了，我今天要去挖矿了。啊，16个是感谢河毛，各8个吗？16个什么东西？自动南瓜跟西瓜田，算了，应该是全部加起来16个吧。就只有16个、啊、我哪一个？各16个，各16个，各16个，所以32个这样，对，很大哎、欸。小雨在抖屁啊，小雨，干嘛？很抖的、欸。啊！我要死掉了！要再加1死亡数了哦，死亡数要加上去了，要加上去了。我走了。哎、欸，听说在这边有抗性，是不是？在上面有抗性哦，没有，要上面那个下面，穿上去这边，下面才有啦，这个才这个才有抗性，嗯，没事啦，干嘛？看一下石头在哪里，外九桃嘞，看屁啊，看广告啦，看广告啦，看屁啊，够生气气，不够哎，可恶啊！对，我要给你们拿那个撰稿，哦，姐姐，哎，你来跟我拿我那一把，好，我去找你。算那把只有2，来热，在水旁边。下的，我们我讲下来，我们头像不能加了，回去啊。我们的头像啊，哦对啊，物品啊，配合打开，真的不是物品就是动物这样，超好笑。对啊，来，好，这一把。哎，我们今天少了一些人。对，杰克、泱泱、酱油跑去吃饭，跑去吃海底捞，他们去吃饭，对啊，是好吃的，真的吃大餐了，哎，好好哦。小蜜蜂在哪里啊？嘿，他们躲进去了，等一下再说。哈哈哈，那我上去了，看到有熊猫，快躲起来！我还不拿萤火去熏他们。小熊维尼有没有？要吃蜜喽！爸爸的要吃蜜喽！哎呦，好啦，下去了，我要去挖矿了。我来去解任务，看到很多任务，想要存。小心，小心！他就在你身边。对，没错。我怎么了？目标我只剩两个人啊！我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仆，啊、怎么了？哦。喵啊之类的，喵！主人，欢迎回来，老许，传统，你好久没来了，传统。要许我再也不去了，吓死我了。传统，你怎么来一次就不来了呢？传统，哎呦呀！因为有一个怪人在喵喵喵。他那个叠什么客人就不怪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也觉得很怪啊，对不对？ No, 那你能接受我还是接受他、啊？我都不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。
Nice， 团，好恐怖，我觉得害怕。哎、欸，你们再多调情一点、哎，我就可以剪进去了，拜托。我需要，又想剪呐、啊，不给你剪，我需要团斗，需要剪，不给你剪，好可怕、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只要有熏就好了，应该不用很久。嗯，对、啊，只要下面有火龙就好了。你在熏什么啊？哎呦，这有峡谷，那个蜂巢啊，你就在熏蜂巢，我要装蜂蜜哦。哎、欸，问你最近的村庄是不是就是沙那个挖沙那个村庄啊？挖沙的村庄，对啊，我想带一个，我想带三四村民回家。嗯，哦，那你要带很远呢、欸。哦，待客风范。Let's go， 夜妹。哪里？哎、欸，夜妹十个的那个任务是还没有人解掉啊？夜妹十个、哦、还没吗？对啊，我有杀几个了？我杀三个，十只夜妹、啊。没有看那个啊？你看那个统计就知道了。哦。对啊，夜妹十个，你们杀掉了没 ？No， 我是没有在解，我才六个而已。我也没在解啦。啊，有一只卡在他家门口啦。我想说你们之前在解，我就没有解，要不要来打、啊？我是之前在解，但是我后来懒得解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好动了，我就不想解。有一只卡在门口，我十个了耶。喂、欸，那你去拿啦，那你去拿，他去拿，那你就去拿。我拿到两颗钻石了，耶！哇，谢谢主人，两耶。什么鬼？谢谢各位小主人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小主人！哎呦！小主人！哎呦！好了、哎，你们可以不用出来了，我就说十个人的，你可以走开了。还是很，是不是很多啊？为什么这里上面有四只啊？啊，也有两只，应该是我的吧？是啊。因为大家的，我也有，因为刚有上去啊。杨，我的弟弟，杨过来，杨下来，哎呀，下来！啊、哦，我一直听到页面的声音，在我头上，在我头上，还有一只，一只都有下来。这屏障外，屏障外，哎、嗯欸，这个哦，这个峡谷你们看过了、哦，好不？我以为是新的。对啊，有窟窿，有页面，不是这啊的。也没死了，他们在组合技吗？还好没有一个任务是什么用铁针杀死夜妹，对啊，太难了吧？那个太难了啦，要让他卡住才吧。你要想看没有哈基弄不出来的东西，魔法走那个我直接放弃。困难任务啊，真的是困难任务哦。江苏过来，奥、哦，江苏哦，哎、欸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台好了。嗯，分、啊、我从来没分享过自己的台过。你是说都在哪分啊？哦哦，分一下，我分享一下自己台好了。分啊分啊分！星空之谷从来没分享过自己的台过，然后他可以分享到社群上面，都在哪分啊？哦，可以、啊、是哦，有你可以分去社团，而且他现在好像分社团可以一次全部分享。哎呦，爆炸了！一键分享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对，今天会有一个主要主题，就是我们除了新增那个抽奖系统以外呢，还可以今天要决定你的一个职业或者是称号，职业乞丐哦，乞丐，我要到处乞讨。可以吗？也是可以，也不是不行啦。对啦，是这样没错啦。我当 RP 玩，我当乞丐。太多只了吧？这个花的发超多哎、欸！我一直听到我们家头上好可怕，我真的都没睡啊，没办法、啊。要不要睡一下？啊、好可怕、啊！睡一下，刚好今天人比较少，可以睡。啊，是我的弟弟耶！啊，我已经好、啊，我教你们弟弟的离线。认出对不对？认对啊，认出快快快！可是你这样子还是他没有睡到，这样子这样子还是会有我这一只。明天还会有一只、啊，明天换你啊。好吧，那就等，那我上去了、啊，那我想办法上去了。靠，好远、哦！我躺在床上了，我躺在床上了，团团，好远啊、哦！团团，女仆躺在床上了，对，女仆不可以睡觉啊！你睡觉，我在帮主人暖床，暖床，我在暖床，要扣薪水。用肉体偿还，
哦，我觉得害怕。嗯，那感觉还是用发射器比较好。发射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你萤火不打掉。好了，我上来了。他不会跑。耶、yeah, ！可以拿那个啊，睡觉。拿铲子，可以把它浇熄，可是到时候又要用，要再来打。我附近有怪物在游荡，等一下。谁？哈基没在你附近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妖怪！哇哇！直接说你不是妖怪啊！他居然没在你附近啊！他等下给你鬼压床哦！团团起床哦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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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主人起床！哎，我觉得啊，嗯，如果真的有这种那个人帮你，就是叫你起床，这样感觉很恐怖哎，而且一定会醒。有啊，工作了啊啊！不要不要！你要试试看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要，要突然眼睛张开，发现另一个人在你旁边躺在你。哎，这样很可怕，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？就突然有个人眼睛睁大大，两眼瞪着你，然后说啊，早安，明天打，很可怕哎。所以，万一以后你交女朋友，然后你这样子看到旁边一醒来看到一个人盯着你看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说你也冲啥回啦、欸！我想一下、哦，你给他吸狼哦，要输固有之类的。哎呦，我用烟熏他，我就可以敲那个蜂巢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敲蜂巢？没有，我要把往上一格，不然刚那个蜜蜂被萤火敲就好啦。我现在敲他会生气吧？不会啊，你拿丝绸之处直接挖开啊。一早醒来看到直接一拳挥下去吧，根本佛跳墙啊！对哦，最近那个游戏很夯，真的佛跳墙，佛跳墙一模一样样。不是啊，哈基，你说他一起来就给他一拳，那你女朋友很可怜嘞、欸。他过没多久，那个脸就会变绿色的，因为全部凹青。他只是看着你起床，然后就被揍了。对啊。的，然后讲话就说：“你有看到烤鸡腿吗？”什么啊？没有啊！小时候爸妈叫起床也不会，就是你醒来，然后就发现他两眼瞪着你的眼睛而已，恐怖哎、欸，超可怕！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老教授会、欸，就有时候上课打瞌睡，他就这样坐着嘛，坐着眼睛闭起来打瞌睡。然后教授就故意都不讲话，然后跑到包里面前看着你。那万一那个人真的睡很熟，睡了一整堂课，那不就一整堂课坐在那？当然会，旁边就有人偷偷拍他、啊、之类的啊。哦，把他叫醒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眼睛一张开，看到教授的脸，好妖羞哦，妖羞哦，然后就打下去。然后你绝对不会说那个还在睡呀、啊，那个就是你哈、哦，绝对不会是我，哎、就是你了啦啊。上课不领金。所以你被教授吓过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为什么要结巴、啊？没有结巴，我是女仆。好，结巴女仆。等下结巴跟女仆怎么感觉没有相关啊？哎呦，好好运哦，有钻石耶，开心。哎呀，好好运哦，好好好运哦。哎、欸，来看这峡谷还有没有矿？今天可不可以盖东西哦？晚点看看吧，我想先挖矿。大家都想看你盖东西，我、啊、你也再来盖、嗯。对啊，你不是建筑团吗？没有、啊。对，你刚刚不是提到职业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对。哎呦喂，我有在想说我要当。当建筑师还是什么鬼的？你说建筑师八部吗？ Oh. 对啊，然后每天上线都要来问我们行不行？绝对有问题。对，然后我的版本是绝对有问题啊，杰克有问题，杰克超有问题。反正他不在，随便讲，随便讲，耶！先挖坑，耶耶耶！哎、欸，这个矿坑到处都有别人挖过的鱼骨哎、欸，在家附近一定都是这样、啊，附近的差不多都应该都是你们挖的吧？对啊，嗯，
差不多了。嗯，我要来捡你们剩下的。哎呀，哎，小雨，你说你锁链剩哪里啊？我抽完了，我剩钻石装而已。哦，你剩钻装，那你跟允哥借一下，然后你们俩分装。没有，他只要回，没有了，他要给出去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用吗？他不是要放那个家里面放一套这样？他要放成盔甲架的样子吧？对啊。哦，这里也被探过了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想说再去挖矿挖看看。哎，没探干净哦。那个废矿，你们是有谁有来探过啊？音乐吗？废矿，废矿。我好像有看到废矿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是好像没有探得很干净。你是不是看一下下就不想看了？好像是看一下下就不想看。你也觉得腻了，对不对？在麦块玩了这么久，探过那么多废矿，腻了。又是到处都是哦，又是废矿，废矿。耶，完成。这是什么？玩具哇！你居然用哇，好扯哦！哇，你好猛哦！你储了多少钱啊？到底啊？我没有储多少钱，我就在同一个地方储来储去，储来储去而已啊。好哦，有毒啾啾哎。耶，完成了五颗钻石，五颗钻石。毒蜘蛛生化砖应该不用留吧？我把它挖掉了。这里，哎呀，丢啾啾，丢啾啾，太小，丢啾啾，啾啾，啾啾，啾咪啾。哎呀，有人手机响了。哇啦哇啦！哎呀，还不赶快去领餐？还不赶快？问我说，你有没有穿蜜蜂装的图片啊？哈？你说粉人照吗？粉人啊？问号？啊，所以是有吗？我说好像印象其实有类似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还真的穿过？没有啊，有条纹衣服啊，就是。哦，哎，那我是不是要去买个类似猫的样子啊？你可以去买那种有那种头套之类的、啊。嗯，你是说斑马吗？斑马啦，还是虎皮的？虎皮，哦，你怎么要被堵起来啊？这里，哎呦，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啊？对，对啊。可是我说的熊猫装不是那种布偶装啦，布偶装太热了，而且又不能穿出去。是那种穿的，就是那种一般的，比如说 T 恤加裤子那种，但是看起来就很像的那种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熊猫布偶装可怕哎、欸！你是在说那个吗？对啊，会隐形呢、欸？打什么文的嘛？打什么文？没有，不能讲出来啊。对，说不定有些人还想去看有没有？嗯，所以我就不讲太多了。就是团团很恐怖，好怕他们又烫到。没有啊，我很好啊，会拿菜刀。我对新手很友善啊，我对新手超友善啊，超友善，友善到不行，友善。对啊，哎呀、哎、啊，就是只是跟他们玩一下，然后让他们认识一下这个游戏，这样。嗯，对，好，没事的。人生从哎，奇怪，你们开这个就拒点我，不是啊？你没开车就当然不拒点你啊？对，莫名其妙。啊、不是啊，平常开车的也不是我啊。哎呦，怎么这边就只有你会开车啊？那个女仆，你不要在那边装蒜了，女仆。谁？你那个女仆在笑的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哪个女仆在笑呢？快把自己摔死了。她现在发现好像她快中枪了，她就完全不讲话了。假装没有这回事。对。哦，杰克就没来嘛，吼。哦。哦。哦。真的是哦。哎、欸，毒马铃薯这么难拿到，很难拿。平常自己玩生存都拿到一堆，有没有？然后结果真的要的时候又都没有。对啊，真的。啊，有傣门，傣门挖起来。傣门，那是我放在那边的啦。啊，你有丝绸之处了哟？对啊，哇，可以给我了。